另外，你之前叫我伺候你做的事情都得再做一遍，我叫你向东看你就得向东看，撇都不能往西边撇一眼，我叫你站你就不能坐着，我叫你喝水你就不能喝茶。你提这么多要求，你就不怕付出代价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装瞎的事情都说出去。难道你就没有欺骗我的事儿吗？我没有啊。没有。第一，你为什么偷看我洗澡？我没有，我那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那你再看看这个，这个东西怎么解释？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谁画的好丑啊？想必啊，这九王爷也想你了。我让司恒写封信，让他过来探探亲，如何？郡主，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？对啊，累死我了，昨天折腾了一晚上。一晚上？那你们什么时候睡的，郡主？嗯，天亮了才睡的。岳父，就这啊，你女儿就在里面。啊，好，你们几个下去吧。哎，好。丸子，我带你爹来了。爹。我估计他睡着了。啊，我们进来了。我们进来了，小丸子。